来了，撸狗了。今天我请客。你看你牙齿还是不整齐的，他不准我们说他，越看越搞笑。看来他对你这撸的手法很满意哦，总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是不是？彩妮，你还没长好你那牙齿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我都想摸了，小姚丽蓉，耶，白来了，白也站起来了，他说也要撸他，白你那是刚毛啊，不好撸了你那刚毛。